走。拜什么长官啊？安哥，等你散步，不要紧。我们现在已经往十号的步道登。第六号的登山步道，这个下去就是要到风洞石的公园，现在已经看到铁塔了，哎，走了，对，好了，回家。Hello， 伯良。现在往风洞石的地方。你看，我就记得哦，这边也有一个洗手间，
等下来呀，休息一下。洗手间要休息吗？道路要往观音山，往观音山的方向，往观音山的方向。叫观音蛋尿裤，不是要叫观音寺吗？你不是在观音寺啊？小蛋，一小时又到了观音寺这边，现在往另外观音寺的另外一个。几杯呢？停车场呢？